有人潮的地方就有美食，有学生的地方啊就有超值美味。在实践大学附近，可是有一家学生超爱的平价美食哦。实践美食必吃意大利面。意大利面到处都有，但是能够吃到好吃而且让客人心甘情愿排队的，可就别无分号啦。翻开菜单，40几种的意大利面，最贵不出230元。不过食材仍然坚持选择最好，就连酱料都要亲自熬煮，为料理加分。像是店家自创的辣味蟹肉面，就加入了意大利面少见的蟹肉饺和自制的辣油，吃起来微辣中又有鲜甜的香气，风味独特。那来实践的人都知道这里是这里的招牌，这样还蛮爽口的啊，吃起来就还蛮不赖。不止如此，创意源源不绝的意大利面店还将大块的鸭肉加入料理，尝试不同的搭配。香嫩的鸭肉配上 Q 弹的自制管面，一起沐浴在浓甜香滑的奶油酱汁，美妙的口感让人仿佛置身意大利。像是这家店的特色就是他们的那个鸭肉面很有名，然后再加上他们管面是好像是自己做的，所以吃起来味道就是口感很扎实。还有道地的意大利披萨和炖饭一样具有最原始的风味。想要知道实践大学附近还有什么美食吗？